第三个事情呢，就是神说啊，我的见证必须要越过人的限制啊，传到外邦人去。所以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两章里啊，神要他做保罗，这个扫罗，来做一个合适的器皿呢，来为他做见证。然后呢，神也必须要根据他的应许，使用彼得来开呀、外邦人中的门。这个次序啊，在我们人的领会啊，是先开门再得人；在神的工作里，是先得人后开门。啊，这个非常甜美，因为什么呢？如果先开门后得人呢、常常都是架空的；先得人后开门呢、常常都是实话的。懂我这句话吗？他先得着，什么？扫罗了。他得着扫罗的时候啊，扫罗行路啊，将到大马色，突然呢，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这回答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主啊，你是谁？”你要注意啊，神圣的工作不会离开光，不会离开火。保罗在这里啊，开始接触到神圣的工作，开始认识啊神在他经纶里的运作。他第一个是看见光，光叫你看见神，因为神是住在光中；光叫你认识纸，叫你认识自己，因为显露人的、铺露人的，它就是光，对不对呢？所以光来了以后啊，叫你对神有一种的认知，但是啊，你没有办法描绘，你只知道我看见一个东西了，我摸着一个东西了。光来了，叫你对自己有一种的认识，但是你也啊说不出个明确的话来，因为什么呢？你只有感觉啊，我是这个堕落的了，我是黑暗的了，我是啊卑下的了。我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的了，我是抵挡神的了，我是啊不愿意与神一致的了，无论哪个角度都是得罪我的神的了。这都是光中的事。这个不仅有光啊，还有话。这个话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很甜美、很好的一句话。这个话里啊，当然有责备，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话里也有一种啊，这个爱中的寻求。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知道我多关心你吗？你知道我何等愿意你能和我一致吗？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在这个话里啊，有责备；在这个话里啊，有关怀；在这个话里啊，有启示。好像啊，这个借助这个话，主叫扫罗看见，你知不知道啊？你跟随神，做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而然后你也是按着你祖宗的律法严谨的受教，你有这一切，但是啊，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所以你就来呀、逼迫我呀？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话里当然也带着许多的启示给他看见啊。你知不知道啊，神不在律法的规条里，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的。不是你所看见的不可这个不可这个要这个要那个才是神的显出，真正你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乃是在光中的神。那这个光中呢，不仅有启示啊，也有教训。这是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啊，当你打击基督徒的时候，你打击的是我；当你捆绑基督徒的时候，你逼迫的是我；当你摧残伤害基督徒的时候，你摧残伤害的就是我。所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哇，这是很甜美啊，很好的一句话。有光了，也有话了。我告诉你啊，基督徒一生啊，就真的稳当了。你知不知道啊？一个基督徒，
能不能跟随主，是和光中的看见呢非常有关系的。你要问了，这个光从哪儿来？我就告诉你啊，这个光啊是从斯提凡来的，懂不懂？事实上，这里不仅是光啊，在光中是有人的。从哪里看呢？因为他后面说嘛，其他的人没有看见人嘛，那就表示啊，不是一个仅仅光照的光啊，是在光中有实体的。那个光中的实体应该是连于斯提凡那个脸的。换句话，如果他没有杀害斯提凡，没有听见斯蒂凡那样一篇信息，没有看见斯蒂凡脸上所发的光，我告诉你啊，主很难就有这个光出来就把他折服了。这个光来是连于啊以往的看见，所以你总要记住，有一些弟兄们是服侍过你的，要记住他们那个脸。有一些弟兄是属灵上帮助过你的，要记住啊他们服侍你那个服侍，那个就是跟斯提凡呢那个寻道的原则是一样的。当保罗这样看见光的时候，在光中啊，好像斯提凡那个脸回来了，对不对？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那个脸好像是什么？哎，像天使一样，是天上的一个脸。现在呢，他也看见那个光了，虽然光中没有说他看见人了。但是后面说啊，那一些人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人，并没有说却没有看见光，是他们看见光，光是每个人都看见的，但是光中的人是扫罗看见的。所以你注意啊，这个以前斯蒂凡那个熏道和斯蒂凡那个教导成为了扫罗在这里的一个保护和引子了，所以他很容易就连起来了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仅有光，他也有话，而这个光和话呀就连于斯提凡那一天他杀害斯提凡所看见的光和所听见的话，知道吧？哎呀，这是非常甜美的。这个扫罗就回答了，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好，这句话好，这句话但愿呢我们问主一辈子。譬如说今天我们的环境啊非常非常的艰难呢、啊、我的问题也很简单，主啊你是谁，对不对？我若看环境就不要活了嘛，是不是？有时候我在想，我都70岁了，70岁人真应该退休了嘛，何必受这个折磨，对不对？你骂我是狗，我就做个狗就好了，我去背十字架嘛。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你简直不能问主啊你是谁，你只要一祷告，主啊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告诉你啊，他的可爱，他的可贵，他生命的分次和生命分次中的经纶马上把你整个人呢提升上来了。所以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回答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注意啊，这一段的描述圣经一共提过3次，对不对？一次在这里，一次是对着以色列人，一次是对着亚基帕王，对不对？三次的描述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呢就根据使徒行传9章啊看他的描述。因为什么呢？根据使徒行传，根据神的工作，这一段描述就已经够了。这段描述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立刻就懂了，他立刻就懂了。因为啊，这个现在他所见的光中的脸和斯提凡那个脸是一个脸，他立刻懂了。当我那天呢鼓动群众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所看见的脸就是个脸。哎呀，我伤害的是基督徒，其实我伤害的乃是耶稣自己。我以为我是为着神，为着神律法来热心来啊逼迫这些人，事实上我所逼迫的乃是天上的神啊。所以他一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是
是人的耶稣，又是天上的一位。这个时候啊，扫罗一点话都没有，完全没有问怎么一个耶稣啊。这里啊，他什么都没有问，主就对他说了，你起来吧，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哦，神不能向你显现，你没有神的显现呢，你是平安无事的。神若向你显现了，就你所当做的事。好像啊，主告诉他了，以往你受那么多的教育，以往你得着那么多的栽培，以往你为我有那么多的热心，以往你也啊，出了这么多力气啊，摧残基督徒。那现在我也告诉你啊，你就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没有摸着主的时候，你做主；摸着主以后，主做主。没有显现的时候，你决定你的前途；有主的显现了，主来决定你的前途。所以这里就说啊，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个时候就描述了，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都吓傻了嘛，都吓傻了吧？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这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神就愿意我们呢有个格子眼，只看出自己。保罗呢更痛快了，干脆就瞎眼。哎呀，弟兄啊，你知不知道跟随主瞎眼何等的难呢？差不多人跟随主跟随不好，都是因为啊眼睛啊像苍蝇，哪里有机会，哪里有前途，哪里可以得做什么，哪里可以啊有些利益，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保罗那个特点什么呢？我所有以前所看见的，现在我完全看不见了；所有我以后可以看见的，现在我也完全看不见了。这个就叫做瞎眼。如果主还开他的眼睛，他所看的就变成纯一了，非常的单纯。哎呀，弟兄们呐、啊，这个扫罗起来瞎眼了，以往他所做的他看不见了，以后他所要得做的他也看不见了，除了天上所看见他最后那个眼睛啊还开着的时候，看见天上那个异象，那个光和光中那个脸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他是一个瞎眼的人。你现在再想想啊，现在他脑子的记忆是什么？就只有印在他脑海里的，就只有那个光和光中那个说话者了，只有那个奇妙的我们的主了。